你们打架，我向我妈妈保证过，我不会再和别人动手了。妈妈的乖宝贝儿，让他走，我还跟你妈上床呢。你说什么？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吗？呀！ 你看他们样儿，兄弟呢？啊，他太棒了！手下，你在哪里上他砍头？你们看什么？快上啊！呀！啊！ 老板发钱了，来，都过来，都过来，啊，都过来，都过来，啊，老板，都过来，都过来，啊，老板，就给这么点儿，就是啊，不是说好了一车给十个美金吗？钱少啊，你不是，那你们走人，过了吧？瞧瞧那个华人小子，那才叫干活呢，我要的，一个顶你们三个的苦力，知道吗？ 哎，小伙子，啊，干得不错啊！啊，这是你的工钱，啊，啊，谢谢，这不是因为他，你明天再来，我这儿需要你这样的工人，啊，谢谢，干得不错，我再多加你一些，好好干啊，谢谢，谢谢，好好干。 凭什么赶我走，大哥？我老婆孩子都有病，你再来，我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了。拿着吧。 谢谢。
我知道你空手道一下下，你马上就上，好吧？做好准备。哎，你们那组快做好准备。对了，请再次鼓掌。下面我将向师生们推荐另外一种搏击术，他的表演者是一位叫做布鲁斯利的同学。他表演的是一种，我不知道用英语怎么翻译这些名词，是一种很怪的武术。我们还是请他自己介绍吧。哎呦，该你上场了，你怎么还不上场啊？快快快快快！请，布鲁斯利同学，你的那个什么拳，还是请你自己给大家做些介绍吧。现在这里属于你了，贾莲，请尽情发挥吧。你别走吧，请。我还是先表演吧。谢谢你们的掌声。我们中国武术的历史有好几千年了，我刚才表演的只是中国武术其中的一种。很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嘘，也许英语对中国武术的表述有些困难，我看干脆给他换一个名字，叫中国功夫。这小子嘴上的功夫倒是比身上的更好。 KUNGFU 对英语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词汇，但是我可以肯定，让人因为我布鲁斯利。他在说什么呢？往后你们的词典里面一定会出现这个词汇，就是中国功夫。功夫，这没想到如此还是个一流的演说家。是啊，今天本来我不想来，在武术里面最具观赏性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对打，可是今天我看了这些表演以后真的感觉没什么意思。看看我们学校所谓的空手道表演，那是什么功夫？站都站不稳，还叫什么空手道？他在侮辱我们。是啊，太狂妄了。我希望，既然是表演武术，那就请羽田教练把他所有的队员都带上来，和我对打。要是能把我打倒，就证明是空手道厉害；要是空手道只是摆摆花架子，被我打倒的话，对不起，你们这些玩花拳绣腿的人以后就不要在学校鼓吹什么空手道，什么大和文化。大姐别冲动，不要下去。现在日本最流行的空手道也是当年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不信可以查阅资料。我想把中国武术
或者说中国功夫，让大家见识见识中国武术永远在世界上是 number one。怎么样，空手道队员，你们敢上来吗？非常抱歉，我们不得不加演一个节目。现在这个出乎意料的节目，这个节目叫做中国功夫对日本空手道。太怕了是吧？我准备好。说了，我不需要准备。嗯，来吧。我本来是不想来的，我就是想让我们学校看看，武术的老祖宗是中国 China。 你们要看武术，得看我们中国人，看我李小龙，看我布鲁斯利。下面，请出今晚的挑战者布鲁斯利。这位挑战者布鲁斯先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大，但他却向我们西雅图最受人尊敬的木村先生发起挑战。不，怎么了？是木村先生挑战我。他说什么？他说木村先生向他挑战。这显然不可能。木村先生是我们值得尊敬的空手道高手和教练，以他的地位和名望，
怎么可能向一个没有名声的华人发起挑战呢？究竟谁向谁挑战？有挑战书为证。这好像……其实，木村先生挑战的不是我，是中国功夫。对对对，说的没错。这么说，布鲁斯先生，你对这次比武取胜很有把握？哼，至少我不会被木村先生打倒。布鲁斯，不用我师父木村先生动手，我就能把你打倒。你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又怎么样？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你闭嘴，闭嘴。教训他。木村先生，我尊重你，是空手道的高手，我才接受你的挑战。今天的比武，我原来只想与你切磋的，输赢并不重要。可是听完你徒弟说的这几句话，我改变了主意，我今天要把你打倒。我要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好，我向现场的人保证，做出承诺，一分钟之内把你打倒。喂，太吹牛了，真是小龙怎么能现实呢？就是，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你们觉着我在讲笑话？那好，我把时间缩短到30秒，30秒之内，一定把你打倒。开始。木村先生，告诉所有人，中国人了不起。喊呢，照我的话喊。林小龙11秒获胜。你们在出拳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脚下的攻击，因为上下齐攻是最难防守的。听见了没有？听见了。上下齐攻是最难防守的。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来了，山本先生。大师登门，定有见教。我只想领教一下你的拳术。我也一直想请教大师。今天大师主动登门，我求之不得。那就来吧。哎，等等，我有一个请求。请讲。我们俩切磋以后，大师可以教我空手道，
什么切磋？你早已经是我手下败将。我今天来只是想教训你，我想让你知道，在美国没有你李小龙的地盘，你不能这样张狂。张狂不张狂，等我们交完手了以后再说。今天我要当着你的学员面前，和我的学员面前，还有山本先生以及山田正雄先生面前说清楚一件事情。请讲。如果今天比赛你输了的话，你要做我的教练，我也会教你咏春拳和别的拳法。你教我？只要你赢了，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来吧。好，来吧。大师得罪了。哎，山本先生，您答应我的事情，我希望您能够履行诺言。过两天，我会登门拜访。下面要举行的是本届加州空手道冠亚军决赛。进入决赛的双方是来自西雅图的李小龙和蝉联三届卫冕冠军的郭富曼九段。
你也知道今天有直播？我不过是随便看看而已。真是太棒了！妈妈，你听到了吗？这正男人的声音。您在找什么？我在找药。哦。先生对你的嘶喊提出了抗议，我犯规了吗？这个不能说是犯规。我既然没有犯规，为什么终止比赛？不是终止比赛，我们要协商这个问题。他也可以笑笑，他简直就是一个讨厌的动物。不许谩骂对手。他学动物的笑笑，他尊重我了吧？退后。好，往后退，往后退。我知道，我知道。咱们谁不是动物？你难道是植物？你有文化没有？回到座位上。回到座位上。小叫，叫博尔，他会适应的。在关键的时刻，博尔的就是那么一两声。伯父们，你要记住，你是能战胜他的。那样，他也不算难的。我知道。千万不要让他的笑叫影响你的情绪，知道吗？他的教练太不冷静了，真是让人失望。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知道，这次我真的遇到了有实力的对手，
小龙，你记住了，一定要防着他起脚。我相信，一定能。你要使出你腿上的功夫，找准机会踢倒他。你看，我们还有时间。你要让他倒在你的面前。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妈妈是布鲁斯。太激动会得心脏病的。妈妈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我担心你这样整天看着布鲁斯打来打去会得心脏病。妈妈放心吧，我不会的。吃点镇静药吧。哦，不用。快去看妈妈。黄皮小子，原来是你。没想到吧？确实很意外。李小龙，哼，别看你打败了不少美国人、日本人，可是今天，你将败在我的手下。你简直是个幽灵。对，我就是个幽灵。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想拜托我。其实，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分出了胜负。今天，我们就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比个高低，也好让大家都看一看，让他们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倒在我的脚下的。嗯。他们要干什么？马上你就会知道了。我觉得他们好像认识，我有点担心。琳达，别紧张，我相信小龙的实力。来吧。要干什么呀？他们呀，
赛西秀。他们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都给你准备好了，我们上去打，谁掉下来谁输。OK。平时他们用眼睛看着对方，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把眼睛蒙上之后呢，他们谁也看不见谁，而是通过听觉感觉到与对手的距离，比如说走路的声音、呼吸的声音，还有对方身体上的气味，包括衣服的摩擦声，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感觉到与对手之间的距离。还有在交手的时候，如果要是高手的话，可以通过汗毛来感觉对方的位置，然后他们可以抓住这种时机向对手发起进攻。但是这种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得到的。去告诉小龙。不，不行，不能这样，小龙他还在比赛呢。
必须告诉他。不准，大哥。林大就要分娩了，你赶快送她去医院。好吧，李小龙，恭喜了。不过，我只能容你15天。15天之后，我们还在这里。好，我听你的。身高体重差距太大了，怎么能比赛？哎，你瞧吧，哈里森先生，我可是研究过李小龙的。他在加州战胜霍夫曼的时候，我就注意了这个中国小子。我觉得李小龙和劳力士应该是势均力敌的。什么？你居然说他们是势均力敌？当然是势均力敌啊！等比赛开始了，你会明白我的话的。看来我得跟你赌一把了。好，等着瞧吧。我小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哎，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两个是势均力敌的。
看来我的确是错了。嗯，当然我今天应该去现场观看比赛。哎，我已经建议过你了。哈里森先生，我告诉你多少遍了啊，还记得吗？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啊，我以为你买票请我去看比赛是为了给好莱坞挑什么演员呢？你是因为他是个好拳手而喜欢他，而我想把他变成超级明星。好了，下一回合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好吧，继续看。冷静，你一定要冷静。起来。加油，加油。Thank you.
a hard game, don't you blame. 我是中国人。It's a chance to realize your way. Let's just be it, be brave. I will fight to hold your name. No matter how bad or rough, you'll never surrender.准备上课了，小龙师傅，动作快点！讲讲你的比赛吧。哎，这样让讲讲吧，讲讲吧。这次比赛我一路过关斩将，可以说没有碰到什么对手，只是碰到了朴正义和劳力士，才算是遇到了档头。要说对手啊，真正有实力的，就算是朴正义和劳力士了。朴正义，他是跆拳道大师，出手非常可怕，他打起来手脚并用。你们知道吗？在比赛的时候我挨了他不少拳脚啊，可你最后还是胜利了。师傅，他虽然厉害，可是跟我比那就不行了。哎，师傅，劳力士是三届全美冠军，你是怎么打败他的？给我们说来听听。哎，对呀，这么说说什么。说到劳力士他这个家伙更厉害，水平更高，他的攻击十分完美，而且还是手脚并用，他的腿上功夫相当厉害，最厉害的是什么？快打。所以我跟他对打的时候也打不到他的近身，所以我的咏春拳也没有用上。这个家伙他的腿功是最厉害的，他可以连续做高位踢，而且动作比拳头还要快。师傅，给我们表演一下吧。表演一下。我战胜他的秘诀就是快，以快制快。这个家伙他的腿功好归好，可是最终还是被我打败了。怎么这样？接着讲吧，讲讲吧，再讲一讲。我得给你们泼点冷水了，我要是再说的话就啰嗦了。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里，以后我边教你们动作边给你们讲我怎么把他打败的，好不好啊？师傅，再说说。布鲁斯利，吃块冰吧。好啊。我碰到高人了。大没有必要，我只是想让你降降温。你能打败我，我自然会降温。那你就来吧。
你知道咱们俩打斗的结果是什么吗？知道，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武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做傻事呢？你都打到我的武馆来了，我再不接招，岂不被习武之人笑话？小龙，我看算了，让他们出去。木村，你领他们出去。大家都出去吧，都出去。还是个独臂武士。功夫这么好，为什么不参加比赛？我不好虚名，那玩意儿太累。好样的！木村教练，你说这个人是不是高手？那还用说？李教练的速度那么快，都没有打下他手中的冰块，的确非同一般。我就不相信这独臂人有什么特殊的功夫。你看错人了，表面上看他不修边幅，可他的眼睛是雪亮的，就知道他的样子是装的。这么说他真是个高人？真有可能像小龙说的，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武馆。是刚得第一届冠军时，我曾经给他上过一课。今天我来给你上一课。做人不可太狂妄。哎，thank you.
好做人，把你的宝贝收好，滚。坐好。哎呀，这个机位啊，机位和那个我向人打听过了，那个查尔王是我的前拳王，他占了太拳王的位置7-8年了，退下来前从没败过。同这样的高手较量，那才过瘾。李小龙，幸会，听说你功夫不错，看来你就是泰拳王查尔王了。听我的徒弟说，你污蔑泰拳，我想见识一下你的功夫。我这次来泰国是拍片子的，不是来打架的。既然你来了，我们切磋切磋也无妨。不过我们开打之前总得有一个说法。什么说法？我想假如你赢了我，我拜你为师，向你学习泰拳。很好，你觉得你会赢吗？我是不会输的。好的，我输了你想怎么样都行。那好，武林无戏言，我说话算数。来吧，开机准备，行不行？ OK， 小龙，开机，快快快快，小心啊。
哎呀，这。Thank you.
谢谢你。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中国功夫。中国功夫非常棒。今天我也领教了什么是泰拳。你要遵守承诺，胶片归我。好，你走之前请让我向你展示一下泰拳。先把身子擦干净了。来，哦，快拿水来，快冲一冲。谢谢。请。终于又见面了。几年没见，你还是那个旧模样，还是那么气盛。我看你功夫长进了不少，但不知道你的武德有没有长进。那次在美国没能打败你，让我后悔这么多年。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分出个胜负高低。慢，比赛之前我有个小提议，我们先打一个回合，一个回合之后如果你胜不了我，我们就停止比赛，你回你家，我回我家，各过各的生活，谁也不丢面子。要是一个回合以后你胜不了我还要硬打下去的话，你少废话，有本事用功夫来说话。已经输了，这场比赛你输定了。你太想战胜我，输你是输在了心态上。你少说，怕死就不来找你了。我都准备好了，就此打住吧，见好就收不是一件坏事。说快我比你快，说腿我比你好。我早就说过功夫是练的，
不是说的。你少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冲大师！废话少说。花样。还画吗？不画也成，但是必须认输，向我作揖，就在他们几个人面前。这个黄皮小子，不敢画了吗？不画。今天你死定了。怎么不喊停？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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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龙，你上了。黄皮小子，你不是问我这是什么拳吗？我告诉你，这就是中国武术。解拳。